飛咁一浪接一浪，好犀利！佢哋就係真係好嘢，唔緊要。其實我想講，上面嗰兩隻，其中一隻都係醫生掟上去嘅，兩隻都係你掟。你唔好似民主黨咁樣騎住人哋飛機喎，有冇拍過片？嗱，而家咧，另外一邊咧，其他嘅示威者咧，仲喺度同警方周旋。你又知道？我梗係知啦。咁咧，我哋其實呢度咧，亦都發揮咗好大嘅牽制作用，係咪啊？咁樣咧，因為咧，佢哋嗰班尊貴嘅議員咧，就腳到即係驚到腳都震埋。其實咧，就已經調動咗好多警力咧，保護佢哋，保護佢哋，又要離開，送我哋搭地鐵啊，呢樣嗰樣咁樣。所以咧，其實咧，另外嗰邊社民連同埋其他示威者咧。因為頭先太激昂，冇機會講俾大家聽。佢哋去完政府總部，又去禮賓府，跟住又去政府總部，又去禮賓府。所以話大家要養好身體啊！做抗爭真係少啲氣力都唔掂。呢個政府喺度咁樣提出一啲罔顧憲政、罔顧常識嘅法案，然之後有時候扮修訂，有時候扮諮詢，搞到民意疲於奔命。結果而家邊個疲於奔命啊？你同我哋玩，人民係最大係咪啊？嗱，今晚我哋係第一晚啫，佢今晚走得甩咧，唔代表佢聽晚走得甩，聽晚走得甩唔代表佢後晚走得甩，係咪啊？其實今日已經好感動啊，因為今日有大雨啦，傳媒又冷處理啦，仲有好多嘅政府嘅一啲咁嘅彈弓手。令到個民意其實係好容易潰散，但係而家都仲有足足2000幾人喺度，但係唔足夠，因為我哋要3000人先可以領星子醫生搞追數啊！大家明唔明白？聽晚實得啊！嗱，我哋重温七一嘅盛況之後，我哋再一齊插血為盟，聽晚繼續嚟啊！大家立誓好嗎？